水有关系，播出三年去了超过300个名人的住处，但有鉴于这些委托人都是自愿参加录影，也就是说在录影前有可能已经将住处的坏风水都遮掩起来，而且往往都有些秘密空间不能看不能碰，这实在是违背了一个外景实境节目的精神啊。于是乎，这样一个秘密策划就诞生喽。我们即将要在主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袭住家风水啦！确定此一计划后，制作团队马上紧锣密鼓征求愿意出卖朋友协助我们突袭的艺人。非常幸运的，马上就有密报者和我们联系喽。综艺鬼才沈玉玲，她要通报的会是谁的住处呢？这是谁家的钥匙？詹维忠。玉玲哥，不要闹了，但我今天我们去100万次哎。我威廉沈，在这个社会闯荡那么多年，我会犯这种错误吗？我难道不知道你们拍他很多家了吗？你们有所不知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家，隐身在新北市的板桥。过去呢，你们拍啊风水都不错。可是我风水不错，为什么跟老婆感情会这么不好呢？还要分房睡，本人极度怀疑板桥的那个房子风水出了大问题，很可能是穷凶恶极的风水。所以两天过后，我们去突袭张维忠的家，啊，趁张维忠在外面开会没有回来之前，啊，我们先把他家彻彻底底的搜查一遍，搞定吗？没问题。Good job。什么？詹维忠有可能金屋藏娇吗？难道我们之前看的好风水都是假象吗？所幸沈玉玲透过詹维忠的助理取得这间秘密住处的钥匙，让我们有机会窥探一切。而接获密报后，我们马上出动风水霹雳小组、风水双娇娃小珍及佩珍，还有身兼詹老师好友以及此任务密报者拥有双重身份的沈玉玲。而且这次行动更要让谢元景老师来窥探詹维忠的风水，究竟风水一哥和大哥双王相会会有什么状况发生呢？就在詹维忠返家前，我们就要先开启这道神秘的大门啦。现在时间2:33，好，对，詹老师回来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事不宜迟。对啊，没想到人家说狡兔有三窟，他居然有到第四窟，对，看到左脚，对，而且这太神秘了，这样子一个看似平凡的公寓，居然进来重重危机，是啊，连电梯都要锁密码，搞什么啊？那有多少秘密藏在里面啊？在里面一个房间，因为你看过女人，对，现在门锁都还。人家还要故意，哎呦，对啊，哎，很少枪口对着自己的头，对，这样太恐怖了，因为空间太狭小，我怕误伤到你们，恐怖，快录录嘛，头红掉，那我们来开门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每次都听老师在讲说他跟老婆感情不太好，会不会跟这个房子有关呢？没有，可是我觉得他每个风水都很好，他家的门护得非常好，2段、3段、4段、5段、6段、7、6段。然后，可以。然后小心。我跟你讲了，两边都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是打不开的。啊，还打不开？他要同时。这么贼！我怎么这么忙？所以他在开门的时候都要这样子同时，然后脚这样勾是不是？没有，所以如果是那个独背的，你是不能开的。对。太悬疑了啦！不准滑哦。哎，这个是。有诈，怎样？对呀，他真的是裂在很奇怪的地方，对，画得很像江伯乐。你踢到他的这个盲点了，真的讲到神奇，应该没有。空气中弥漫的又酸又霉的味道，对，很像酸霉的味道，就是简称酸霉。感觉他是不是很久没来住了？不是，都应该荒废至少我看10年有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很像那种八点档在挟持人质的那种，嘴巴捂起来的，对，然后把人丢到那种废墟啊。因为你想想看哈，詹老师他平常这么忙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么多人排队要来看他，那有些人是真的很选不出钱来，他会不会做把笔的门锁就到这里？
对，可是这也就是他一个行凶的秘密基地嘛。那怎么可能说是要这么多道锁呢？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哦，虽然好像很简陋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它有一些没有好像啊，它有一些东西感觉好像还蛮有价值的哦。有吗？这个是传说中的唐卡，哦，是吗？对，是你在欧博上没有？干嘛？老师，我要跟你介绍的，这唐卡，唐卡，对对对，唐卡是有便宜有贵，对对对。这个唐卡价值不菲，嗯，怎么看？因为你看后面这个是老唐卡，老唐卡一般来说老唐卡，对，老的唐卡，它大概差不多在老唐卡听不懂，有点历史的唐卡，对，老唐卡就是比较有历史的唐卡，一般来说大概都是差不多在18到20万左右。下面这个价值不菲，是因为它上面有法王的签名，哎，哦，这里，对对对对对，加持过的，哦，那最少衣服最少也要这个，确定不是小孩在乱画吗？哦，这个衣服要30万，最少基本要30万。那该怎么藏？把它藏起来。哇，所以这变现之后应该可以一起分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跟老师平常蛮小气的，就利用这个机会陪他演东西。拿不走，哎，你不要启动一个什么奇怪的机关。走呢？哎，对对啊，有时候你一启动，结果那个箭就射出来。这是什么方式都演起来。我们把要东西先添藏。哎，老师，他看这些应该都价值不菲呢。所以老师其实真的口袋很深呢，藏了很多东西在这里。他应该是有在逃漏税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鎏金的佛像。如果鎏金的佛像如果是老剑的话，不得了，价值这个价值，就是又老又剑，老剑的剑。因为有的他甚至他可能从唐朝啊的时候就留下来老剑，老剑，老剑呐。其实有些话都很那个，就讲一堆啊，老剑，老剑，老剑，对啊。所以这三尊呢，价值多少钱？这个很难去估价，这个因为它如果是属于古物的话，这三尊最少加起来也要差不多150万以上。150万，哎，这个东西不要碰，哦，不行，老师你还碰，因为它是有法力的，万一张老师在那边下什么法，对，老师你敢搬吗？你也不敢搬啊，不是，老师你还承担了。下面看起来还有什么？有古物，哎，值得的价值的古物，有，哦，这个还有，哎，干嘛？老师，变道士，你干嘛？老师真的藏了很多东西，这是什么啊？钱，零钱。老师真的可以花30万买到不能花钱买那个存钱筒。存钱筒出去不是一个才10块吗？会不会是詹老师的秋威棋？秋威棋是吗？秋威棋，解释一下。就是广征之后留下给后代子的，是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那还是不要拿好了啦。古物这上面看起来都很值钱的，看起来像古董哎。这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应该是最上面这个最重要吧？是吗？反正方面的开光处。对，它虽然是小，但是呢，因为后面你看，它故意做成一个龙壁在背后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它下里头最重要的，比这个还要值钱。就是真的有认真布局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帮你做。好，我帮你，因为我在考验他敢不敢动。不敢动啊！可以搬啊！你看看，赶快啦，先抢先赢。好，等一下，等离开的时候算好时间，我们再一起拿。哎，赶快，时间不多了啊！但是我是不能了解，因为詹老师明明就是风水老师，你看他竟然这样理财位。虽然我不懂风水，可是这个一看的感觉就不是 OK 的。对啊。你今天老实话实说，反正他不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平常都讲你坏话。真的吗？他都说你头发明明是卷的，都跑去听板烫。这个还是真的假的？这也要讲？对呀，这很爱嚼舌头。他觉得好像这样搞得很有威严。你知道这要夹多久吗？对呀，没有要讨论这个。对呀，有一次他去那个理发店，对不对？那店员还跟他开玩笑：“老师，你要平板烫还是混色烫？”好笑哎！那是你挖的剧情。如花以前不是问嘉宾嘛，他问色烫，然后人家平板烫说：“我你你问色烫那个，就他是头给他烫头，这玩笑。”玉林哥不愧是综艺鬼才，带我们回味以前的整人桥段，而十年后的苦主就是詹维忠啦。在大肆收刮他的宝物之后，谢老师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，可要好好抓住他的把柄，给予痛击，揪出他家所有的风水疑点啦。我一进门，他为什么要一直拿着呢？因为我发现一进门我就被煞气冲到。有啊，你是说前面这一道？哎，这一个门、两个门、三个门，
哇塞，没想到这会在张老师家犯出这样天大的错误。他这个不对劲耶，怎么办？对对对，而且他从前门通后门，我们看直接从那边窗户出去耶。对，这样子。哎，这不就是你们常讲的那个什么穿堂煞吗？穿堂，而且还三门通，钱财一路空。对对。哎呦，你怎么也会这个的？当然没。而且门前没有花。妈熊的会花，没有没有啊，有。上次你们来我们家不是这样讲的，难怪你记得很深。对啊，这三门通怎么可能会在？你知道自称是风水大师，觉得一切都太悬疑。而且，你看他也没有财位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基本上的这财位应该是风水老师最重要的，对呀。结果没想到，他的财位竟然。他唯一一个好处，说真的，他在大马路旁边，他隔音做的还真好，对，我们听到任何声音。而且你看他这样看出去，其实也有些小。对，好多探头。而且最主要，你看到他这个虽然是主人，住在这个家里头，可是我觉得，你看主人的背后居然是这个哦，背无靠。对啊，背后无靠哎。可是老师他是不能动哎。但基本上来说，因为你后面一般来说不能够用这个所有合适的门，那么来做这个。所以他跟他老婆会分房睡，应该跟他的风水布局也是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问题。不过一从门进来，我们发现哦，这个门它，你没有发现它是子母门吗？啊，对，子母门，哎，真的耶，它好像它很像啊。而且你看哦，它是右边大。左边小，那右大左小，一般来说的话，主孤寡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第一言轻微的话，有可能分开睡分房，男主人常不在家，有，再严重一点呢，当然这种最严重的时候，刚才提到最严重的话，当然轻微一点，苦守寒窑18年，严重的话呢，这个先生就有可能早一点就回去。子母门右大左小，竟让詹维忠小命不保。风水大毒袭之詹维忠最惨痛的一天，他不是风水老师吗？你看这是厨房啊，在后面有门哎，好，这不是他平常最讨厌人家放在那个卧室里面的吗？太过分了，你口口声声叫我们不要放这个，你看看你自己做什么？风水大男主人常不在家，有，再严重一点呢，当然这种最严重的时候，刚才提到最严重的话，当然轻微一点，苦守寒窑18年，严重的话呢，这个先生就有可能早一点就回去了，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张老师是见一次长一智哦，但是他。我想他应该也有一些方法了，所以应该是比较轻微的，就是随时会走，一直不断的吃延伸延伸丸。不过更重要的地方是，他不是风水老师吗？你看，这是厨房啊，灶后面有门哎，老师，刚才有点开心哦，他不是风水老师吗？灶后有门哎。啊，灶后面有门的话，当然最主要的地方是它容易犯小的，而且有漏财。最重要的地方，你看它是从前面的阳台门，直接穿过来了。对，看到瓦斯炉。对呀，大家看到在煮什么？大漏财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基本上进门见灶，它是一个大漏财的这个。所以凭良心讲，一个风水老师家里风水烂成这样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最少也要倒一次两次吧。倒就是你如果要是开店或做任何生意的话，最少也要倒个一两。有他带头就倒了，他的房子一直坚持不卖，他说就当做一个那个，因为他怕他老婆会包。没有，他是怕，他怕不敢倒那个夫妻和睦的风水。输钱的话，起码还有一间可以卖掉。不知道在哪在赌哦。他最近四主赌多凶啊！对呀，真的啊！你真的是好朋友，你劝劝他。这几波叔一定要把他骗去逛夜市。自己眼里。堂堂一个风水老师家里的格局怎么会烂成这样呢？不但有三门通、财位见空以及进门见灶，这三种煞气都容易导致漏财。而座位无靠和子母门右大左小，更让詹老师的运势陷于不利。究竟接下来还有哪些更险恶的格局，待我们一一揪出呢？佩林哥，我说实在话，你认识张老师这么久，其实他有什么特殊癖好，你应该都知道吧？他一直就是一个很老成的人啊，喜欢收集一些茶叶啊、古董类的啦。古董？对。但是我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搞这些东西。这个。
芭比娃娃也其实也算是古董哎，因为这个都是有历史的。可是这个不是不是小孩子才会收集的吗？不是，古董是一回事，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，真的以我多年的分析，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都有一些变态的癖好。例如说，像张老师，他有专业的领域嘛，对，他就是有变态的癖好。哦，对，有羊妞穿和服。就是西餐中吃，对，西餐中吃。而且你们觉得这说不出的怪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太让人摸不着头绪了。郑维忠都已经迈入中年，还壮似在家中收藏芭比娃娃，而且还不止一两只，竟然满满一整个柜子都是芭比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再往前一步，进入到他的合室，我们再度发现一大片的卡通墙，究竟为何有这么童心未泯的摆设？张维忠回家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请教他才行。但话说回来，这合适的格局怎么好像也怪怪的呢？老师，你对于这样有没有什么看法？他怎么搞成这样？我觉得他心里他是有点人格扭曲，对，应该是潜意识有很想，因为你看外面很像什么？很像什么？你看外面门口这边，哇，右边这边很特别大，代表女主人比较强势啊。然后可是你没有发现，这进来以后变成一个房间、两个房间、三个房间，所以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压抑，但是呢，他又很想要，因为他里面有房中房。对，这因为这个通铺真的太不合理了，它中间又凸起来，所以你又这么多间。这已经是一个合适房间里头，然后再通到好几个房间，所以它潜意识里头应该是想要对小朋友怎样？很想要怎样？很想要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对象啊啊！他想要多房，所以哦，我觉得他想要大房、二房、三房这一类的。他身体就受不了的。詹老师还真贪心，搞出一堆房中房，你怎么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呢？而接下来的主卧房是否会出现更严重的烂桃花格局呢？这不是他平常最讨厌人家放在那个卧室里面的吗？詹老师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口口声声叫我们不要放这个，你看看你自己做什么？你这集播出去，你还有什么事？哎，他整个那个，甚至他已经真的没有了。对啊，他整个专业会受到大家的质疑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去我家，公允你哦。他去我家也都说这个不能放在房间。对啊。就是说啊，詹老师，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警告沈玉玲的吗？那所谓贵人就是说，在这个空间里头放太多别人的照片。嗯，卧室是两个人很私密的地方，为什么要放只要是有人的图形的？哎，可是我放我自己老婆我们的结婚照，就是雅雅跟人宝这样不行？那我请问你一下吧，房子里面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加两个总共五个人。是，可是他就都是他们两个自己的照片啊。有形就有煞，你也可以放清明上河图啊。是啊，那什么样的房间是人人都可以进来的？就是那种我们类似这种妓女院啊，哦，类似那种桃花房啦，让人家参观，让人家每个人都人尽可睡、人尽可入的。哎呀，怎么行？那怎么可以？虽然说是你的，这个也是一种我认为在风水头是不适合的。有，他上次对你跟雅雅照片。后来听他的话，我后来第二天就把它拿下来，跑去大庙化掉了。你需要倒花掉，你才惊，我就惊你啊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他有心机，他就是一直不想跟他老婆复合，所以一直放在那里。就是这样。而且人家他不是说放，只要放那照片，就会然后多批。他上次就是在玉林哥上讲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雅雅当然拿去花掉啊。对，然后老师刚才又说在外面有没有那个情况，看起来老师很渴望多批，对，所以他就一直放在这里。看老师这个心情太重，詹老师好怪啊，那个赵秘书他也那个，对啊，这怎么能穿下？以他当照片，他以前真的穿得下，而且你看，对，你看上面，哇塞。睡的位置真的是奇差无比。首先这个床叫问题对不对？奇差无比，床底直接这样子贴在地板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底下，你发现，整个大梁它是压在床头，哎，对，然后哇，直的也压，哎，难怪它一直以来都垮垮这样。搞不好你把这个床掀开，下面有尸体。你说一堆白骨是不是？对，太可怕了吧？而且。
床的旁边是门呢。对，你看他的床头又是背着门，一定心神不宁啊。一定心神不宁，而且睡得不好。嗯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处心积虑在营造坏风水来对待他的家人。真的耶，这样对待他老婆是命的。而且这个画质真的有够差。对啊，怎么会拍成这样啊？我觉得老师的脸还蛮崩的啦。他以为他是唐志荣，好像啊！他有在追求，可能就是一种富贵奢华的。我觉得我们是希望他们夫妻好，还是帮他拿下来？拿去化掉，拿去化掉，化掉，化掉。这动东西，对不对？动东西，我看。喂！喂，我这在帮他消那个煞气，对，希望他们夫妻可以和好啦。好，但是最近应该也没办法再什么改了吧？不需要改。我是觉得他想改，他应该是想改啊，但是我觉得他怎么样调，可能都调不出来。未知，而且最主要是有时候他是不是真的？真没办法。真坏戒，对啊，真改。什么？连谢老师都束手无策的格局，战位中还有办法逃出升天吗？而距离詹老师回来的时间逐渐逼近，突袭小队又发现新玩意儿了。哇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这詹老师真的是不一样。风水不好归不好，可是他自己还蛮享受。他真的很会下流，有这些好东西都不分享。哎，西双版纳哎，茶品。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新闻，说有人啊，就是在这个收集这个，然后呢，他几千块买。那篇新闻的上一篇就是讲那个命理界跟医美界更喜欢投资。没有。你在哪一个报纸看到？你们查怎样？不想讲了。讲啦，我好想知道，我有求知欲。就是他买进来收了几千块，然后卖出去几百万啦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对啦。投资这个。可是为什么茶饼自己还要写越沉越香？怕你不知道哦。不知道。生怕我们不知道就对了。因为这种烂掉喝的。因为这种普洱茶是高级的，比较高级。来。这一片可能要几万块。哎，现在有钱人都在收集普洱茶砖呢。对呀。真的。比房地产还好赚呢。然后那一袋里面好多包哎，你看看他茶砖有在收集，然后房地产也在弄。老实讲，喝起来还蛮头痛的。没有，因为啊，可是。是不是我们不姓陈的关系？对啊，姓胡就不会香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不要假鬼假怪。很多人都说哦，我这个茶叶多高等，确实很贵。这个饼几万块都要。嗯。但是老讲喝起来真的那么好喝吗？他自己也没有觉得多好喝。嗯。啊，但是就是摆那个派头。对对。爱慕虚荣。可能跟茶有关系。爱慕虚荣。你看他多爱慕虚荣，一整笼哎。嗯。但是说真的，玉林哥，你跟他也认识这么久，你认识到几年？算一算，差不多20年了。啊，20年了，你我跟他结缘，就是他送我一个唐卡。那送我唐卡原因不外乎就想要接近我，然后看能不能有多一点的那个机会，曝光露出的机会。后来那个唐卡我本来是有挂，后来另外一个高人来说，你办公室不能挂唐卡哈，不是说唐卡不好，而是说你这样子一等于把你的法门公开给人家看了嘛，大家对付你的他就会找你的。这个点来破解你啊，所以我就把唐卡收起来，那一直没地方放，我就放在公司的道具间里面，好，然后就有垃圾桶，我就把它放在垃圾桶上面这样。有一天，曾老师来我公司，他说：“你的唐卡呢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哎，曾老师，你那唐卡太珍贵了，我在家里面呢把它裱起来，哇，珍藏的嘞，啊，我不敢随便乱放，怕被人家干走。”哦啊，对，然后曾老师要走了嘛，你这边还有办公室没有？那就道具间呢。我曾老师，你别乱，他就硬要进去看，你知道吗？一打开，哇，看到什么？唐卡放在垃圾桶上面，哇塞，他一定觉得很心碎吧？对啊。那你们还能友谊撑那么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多需要机会啊！对，那个年代的他，那年代他比较郁郁寡欢。对呀。哎呦，可是你今天看了这样子，认识20几年了，你。其实我是蛮失望的，我没有想到他的另外一面啊，他竟然是心里面是有阴影啊 ，Dark side of his heart。其实有时候讲国语，刚刚国语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？我以为你一直在讲说谁打的赛啊 ？Dark side of his heart。什么？就是内心的阴暗面。他刚刚那个什么芭比娃娃真的把我吓一跳呢，因为芭比娃娃，另外有一种我刚讲变红屁是一种，有一种是我怕他养小鬼，这就走偏了。所以每个芭比娃娃身上都有灵。有人养那小鬼，养那芭比娃娃对不对？养那小鬼要来找我入魔。有一天主人半夜要出门的时候，好突然觉得脚后跟一阵剧痛，结果是芭比娃娃拿美工刀割他的脚筋。芭比娃娃。
我怎么把谢老师当妹在处理啊？我们一定要趁他不在，想要喝一喝啊！哎呀，他这个是来自法国那个 Saint Ambroise 酒庄的，对呀。Saint Ambroise 不是在意大利哦。我们不是就已经坐下来了。对啊，来来喝一下，喝一下。没想到今天我们拆穿了这个张老师的黑暗面。在等待詹维忠回家的空档里，突袭团队竟然把他的收藏品都拿出来享用。眼看到了和助理约好要回家的时间，究竟詹维忠看到这一切会不会崩溃呢？哎，夏日特别计划。茶饼真不错，哎，这个酒真好喝，哎，法国酒庄的红酒，哇塞，哎，一块要8万块，我的，哎，那个淑珍还好吗？淑珍是谁？广东太太啊，你看起来有点累没？没有，没有。老师，你到底有几个家啊？你家也太多了吧？老师，你到底困度到什么程度？哎，你怎么在干什么？我们要谢谢那个，这是我们节目的特别企划，对啊，就是我们要不是明天录一半，我们突袭人家的家里面，啊，你们很纳闷说，那我怎么进来的？对啊，哎，我费尽千辛万苦哈，我买通了你的助理，付出什么代价，你知道吗？我请他吃了一克的那个麦香鸡，就这样了。难怪这几天他眼神怪怪，有点闪烁。可是詹老师，我只能说，这集播出之后，而且我们一定会播出你的整个名誉。哦，我不怕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都一跳开，每天都是开信口雌黄、乱讲话的，我 OK 啊。没有，你们这种信口雌黄的个性，如果没有，你让我换个词，什么？哎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哎呀，干什么你们？还这是什么？你这谢老师，这个，哎，谢老师他 A 了你一个佛像，哇塞，不是啊，哎，张老师，不是，张老师跟我们讲，如果我们你们吃算了，喝了算，还拿东西，如果我们只是没有根据的谩骂诽谤，那当然不 OK。对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带谢老师来？就是我们是有所本的嘛，你这里穷凶恶极啊。对啊，张老师，你身为命，你借了什么？郭富城，你居然把自己家里风水搞成这样，你好意思？对啊，难怪你这家一直不肯卖。我们一进门就穿堂煞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对啊，三门通，哎，三角兔，你讲清楚，你的第四窟风水烂哦。居家风水一无是处，詹维忠事业生涯备受考验。房间摆婚纱照，竟让詹维忠半夜度酒会。那个房间不能挂婚纱照吗？自己为了门面要挂。对呀，放这里之后哈，夫妻聚少离多。哎，他讲没两句，他老婆就砰就过去。真的假的？好像是他半夜常常被他老婆吓。我就上网了，对哦，他老婆走路是没有声音的。好，那他很关心他老婆穿着什么。你在干什么？他当场骂三字经，他骂三字经。我们一进门就穿堂煞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对呀，三门通，哎，三角兔，你讲清楚，你的第四窟风水烂哦。我讲你们这样讲我风水的部分，我完全承认。在这里，我开两家旅行社，垮了两家啊，而且从3000万的资产现金垮到剩300万，嗯，甚至于差点被太太赶走，这是事实。差点。所以住在这里就诸事不顺。对，因为你本身你做生意失败了，带给家人的恐慌，这10年前的事情，也不怕大家笑。风水部分是我会完全承认。至于我个人的形象，如果你们有任何破坏了，我就要肯定。妹，我告你们，刚刚好讲你好话，刚刚那就好，刚刚说你好爱小孩，对啊，你女儿准备一个这么温暖的房间，对啊，好爸爸，对啊，对，好爸爸，模范父亲啊，对，我第一次马上电话就来了，对啊，也是个好房客，对，对我。住一间房子都很认真，这样。所以，那你接下来这个房子又没有住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必须告诉大家讲，就这房子以前是我岳父他全新自己规划。岳父是建商啊，两边都要自己建的。对，岳父建啊，岳父还在吗？往生了，往生了。哎，我听说岳父那时候要往生的时候，是不瞑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女儿要嫁给张维忠。他不是在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娶了吗？对，在世就娶了。所以他到现在还在反对你的婚娶。就是已经就是到现在已经透过各种托梦的方式来反对你。有时候詹老师走着走着，啊，
啊，那怎么了？他说奇怪，怎么后面谁推我？哦，是他那个岳父是不是？就是去，请路人去好好投他，请路人干嘛呢？我还养他的爸爸搓你嘞，所以他开玩笑。其实他这他们家里人，他们家人比较保守啦，嗯，比较中规中矩，按部就班，有日本精神，所以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懂风水，可是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要动，都必须要跟他报备，报备审核思考，再过大概半年一年后才能够做修改。那你岳父没有在讲究风水吗？当然不讲究风水了。所以你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他走，你现在想要大改特改是不是？第一个就是穿堂风，哦，或是说没有财位，这边会搭出去，这边会做一个屏风，形成一个财位，那边就是跑步机或一个矮柜，那么会扩建出去。哦，所以你要把它外推，但是外推有技巧的，是三分之一是有墙，另外一边还是开放的，做跑步机啦，边跑步边看电视做运动。跑路跑来不够吗？跑步是这样建造一个财位。那这种三门通你要怎么改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这个。这是你的秘密的摄影棚，刚刚我们看到，你这个房间，我们哦，哎，那个热泪盈眶。对，刚刚说你是模范父亲，就是这样。对呀，而且热爱摄影。因为我那个女儿还小，我到日本带团，所到之处只要有女儿喜欢东西，每一次回来都带了满满的欢喜。他每次都会带纪念品回来吗？对，日本女儿非常喜欢。在日本回忆就是杨柳穿衣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衣服比较好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带。这个是唯一几个简单步骤啊。啊，可以，好，这个是日本版本的芭比娃娃。可是这棍子这个方位是对的吗？这是架子，把我做的撑住的架子。他这样弄是对的。我觉得你们怪怪的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我是问你啊，好奇啊。我在问你啊，这是你的专业，人家公司设计的，我就顺就这样子。那你到底要为什么是掉？那你到底要不要回答我们这样子哈？你要怎么改？那个三门通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必须这个以后没有门，那里面那个门就会封掉，改成那边进去变成一大空间。你讲的头头是道，谢老师频频摇头啊。没有，可以这样哦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。所以只要这边不要有门就可以了。对，把那个门封掉，往那边进去，那两间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你说这个厨房怎么弄的？对呀，厨房哎，好来，哎哎，后有门，然后又跟阳台通，哇塞，就糟糕了。你能够活到今天算不简单了。对，而且老早要被五马分尸的，而且他这边还有隐藏，就是从前面的阳台，哎，穿过这边，中间从后面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后面去。谢老师，那你要怎么改？当时在，你不用讲了，哎，那你那个背无靠要怎么办？这里本身没办法，你先解决那个罩的问题。这个罩哈，这个罩会跟水槽对调，哦，然后水槽前面的窗子也会封起来，嗯，然后这边窗对窗，这个会封起来，这边的鞋柜，嗯，那植物门变成单门。然后这里看出去，龙开阔无限，火不怕臭。然后灶后无门，形成一个聚财的一个好地方。可是你这些改完了之后，很有可能就会跟老婆和好喽。一直都很好啊，你要慎重的考虑，就像你们一样啊。怎样？好不好？跟你们的状况不一样。对呀。很好，都很好。趁帮我赶快了。好，所以这三门通呢，改完之后解决了，其实一个财位，三门不太通。然后门窗不会再对流，然后灶前就无窗，灶后有依靠。哎，可是这里面那个房间，你那个犯了很大的量很多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调出所有的袋子，你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骂过太多的来宾。对啊。除了沈玉玲外，曾经因为房间放合照被詹老师痛批的委托人，实在是大有人在啊！口说无凭，证据在此。这个机会放太多的我们所说的人物照，因为居家的主卧是希望一男一女一夫一妇单纯为主，你放这么多的一些借机问照，对影成四人或对床成四人，都代表色。父女夫妻那种关系比较复杂的可能的，啊，什么？一房知道吧？一房放四人，代表这个婚姻关系就最好是拿到那比较好一点。是是是，床上有两人，对影成四人。天哪，就是两，就是他有。哎，不是，小四小四小五的，对，不一定，不是啦，就是可能会有这个危机，对的，然后在他没发生之前，所以赶快把他搬走就对了，对，那边一对对不对？床上一对对不对？对，边边又一对对不对？对，那边又一对，这卧室有四对恋人呢，啊，会不会太魔淫啊？
所以这就是小五、小六、小七、小八都要预防。叫别人不要放，自己却犯错。詹老师，你要怎么解释呢？你们讲的都我都接受，但是十几年前哦，这房子不是我在主导的，所以要有孝顺，孝顺孝顺，有点愚孝。岳父怎么说就怎么长大，长大人怎么说就听，但是你要赶快处理。虽然你们平常没有住这里，对不对？有形必有灵，我跟你讲，他冥冥之中还是会到影响你的。难怪我一直觉得你就是人格扭曲，不是个人格扭曲，因为他很躁郁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玉林哥真的是你的好朋友，认识二十几年，他刚一进去看到那个，他就立刻把他拿下来摔在地上，所以他现在是脸扭曲。你要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吗？原来詹老师放任家里的煞气不管，都是出自一片孝心，而他早已想通之后该怎么规划了。首先，他打算把阳台外推出去，并且在财位摆屏风，以化解见空。接着，再把总门拆除，并将最里面的门封死，以化解三门通。另外，把炉灶和水槽对掉，并且将窗户封死，以防止灶外漏。最后再把子母门拆除，并且摆放鞋柜遮挡窗户，将穿堂风彻底终结。哎，就是他为了你好啊！对啊，你不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？还好，这当还好。为什么？我看腻了。你也不是很想要，啊，早说嘛！刚才不好意思讲说，我有什么名画了？那我忘了唐卡，唐卡我就给你搬点。可能去庙里面画掉喽。对呀。对啊。哎，但是这一张倒是有问题要请教你，因为这本来是从墙上拿下来的。对。那你不是都教人家说那个房间不能挂婚纱照吗？自己为了门面又挂了。对呀。因为哈，我跟你解释好不好哈？因为哈，对，帮忙挂一下嘛。好，挂不到，没关系，就挂挂也没关系啊。放着就好了。不是因为这是旧时期的房子，那时候没办法想这么多。也很旧时期的婚纱。对，因为这个风水的概念是因为统计跟经验的传承，才发现这样挂确实是不好。哦。然后放这里之后哈，夫妻聚少离多。所以其实这个说法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。也没有很多的客人的观察。这个衣服怎么回事？这个很华丽，那个婚纱公司借的。哎，可见再好的衣服哦，也要穿在对的人身上。对，你说想要拍这种风格啊？那时候想追求的是什么？哎，十五年前你拜托好不好？婚纱公司到底怎么说服你？十五年前的，应该是他怎么说服婚纱公司？十五年前跟现在不能比，你们不要这样去。哎，太哎，倒是讲那个大嫂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很漂亮，现在也很漂亮，气质很现在真的还好。你还跟他买，你们在，有没道歉？有年纪啊 ，sorry， 不是啊，有年纪就是有年纪啊，你完蛋，我们真的到目前为止没看过大嫂，没看过，都藏起来。但是演艺圈那个米，他天天在讲他老婆的老婆，对，但是史上没有人看过他老婆，嗯，可是你们有看过他说叫他去检查，对，那只有我看过而已，其他都没人看到，我后来看到以后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人家看到。对，因为他老婆对他很凶。哦，他讲没两句，他老婆就砰就过去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能理解他，他必须忍气吞声啊，毕竟他老婆那边还有2亿的。对啊，必须要忍。对，而且也是岳父家的房子。没有，太太没那么凶，就是有时候对我对别人都很温柔。对对对，看到我就一肚子火。他对你是蛮不尊敬的。嗯，其实也不能怪他，因为我们常看到你肚子火。哎，不行，没有，好像是他半夜常常被他老婆吓醒，因为他们现在房间分很厉害，那有时候半夜他睡不着，在那边上网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他老婆我就上网了，对哦，他老婆走路是没有声音的，好，然后他很专心，他老婆看着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当场骂三字经，所以抓到他在逛三字经网站的。他骂三字经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习俗，如果遇到鬼的时候要骂三字经嘛。就是隔壁那间的书房，我在那打电脑，他突然走进来就：“你在要吃宵夜吗？”这样子，吓死人，很可怕。老婆走路没声音。那隔壁那个厕所有没有哈？洗洗头一摇起来，镜子他的镜子反射，他在你那边。很帅哦，半夜一两点这样子，然后从客厅走回来，对不对？老婆呢？从客厅门后面找我吗？就贞子一样，那你这个可以改，那你这怎么办？对，所以说这样哎，所以说啊，所以老婆的腰也不太好，有时候这个也造成不孕的危险。所以这是以前两张床哎，对，所以背有门，不是小孩子要。最近小孩不是小孩已经很大了吗？你是说住这里也住这里也他们最近偶尔会来这陪妈妈，所以加了一个床。
这样子。那边的床，那个是我的房间，是他们睡的房间。哦。啊，后来啊，你这个梁就这样了，怎么办？对、啊、对，没无解啊。我们都懂，可是没办法动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我说你现在怎么办嘛？你怎么办？你我说你，哎、我说你现在怎么办？你得跟我扯那些微博。对，加温的。现在怎么办？这个梁其实没有这么高，是他们做设计的时候弄下来的，其实很短的，以后会做被铺平的中间。你就要做那个天花板把它做起来就好。对，那你以后这边做完之后，这个是到底是谁要睡的？这个墙会打掉。嗯。这个窗也会封起来，他们的床头这边床角这里，这里是有门，叫前无窗后无门，龙明亮虎聚财，那么就形成一个。然后旁边这个书房就是也是他们用，那是女儿跟他们就睡这里，安上安床。哎，你到时候这样子大事拯救以后，你会那个花小钱换窗帘吗？好朋友。有风光，对对对对，很多厂商都会赞助，谢谢。谢老师，那还有什么地方要叮咛他一下吗？其实因为我想这个詹老师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多了，而且他刚才所设想到的地方呢，也都还蛮周到的。那老师，你有建议他这个就是恋童癖的那个摄影棚？我什么时候恋童癖？其实他基本上来说，我觉得那个部分还不错，因为你仔细看。都助人为长的房间，竟让谢老师大为赞赏。加入，那老师，你有建议他这个就是恋童癖的那个摄影棚？我什么时候恋童癖？其实他基本上来说，我觉得那个部分还不错，因为你仔细看，没有，那个还不错。谢老师，你不是才刚刚批评詹老师的合适一房带多房可能会有桃花劫吗？怎么现在又称赞了起来呢？难道说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隐秘地带吗？看前面那边有一个阳台，大家都只看到那个阳台，客厅的阳台。其实大家仔细想，这个房，这个客，这个应该说合适门外面，其实还有一个阳台。另外，其实在里面那个书房里头呢，也还有一个阳台。所以呢，代表这个詹老师出去外面，贵人非常的多。欲戴还珠。哦，所以贵人很好。那接下来要改，就是要把这个阳台怎样好好的经营打掉？没有，他前面就算阳台打，第一个阳台打掉，后面还有两个阳台可以做。对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说，贵人还是蛮多。所以我的主客厅阳台会保留。那这合适的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你们形容的摄影，你们形容的现摄影。其实背着包包是。我刚回来吓死了，你这边会做成合适的。这边现在不是就合适？将来会垫。还要再合适，因为你知道拍完之后还是要休息。因为什么？现在这个合适比较适合小女孩，她想把它改成适合小男孩耶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不喜欢什么东西吗？老师，为什么你那么偏爱合适啊？不是有比较开放，因为我受日本教育，我觉得这个你受日本教育，对，哦，这样不行啊，不像吗？你的语气很不客气，你认识二十几年，你不知道受日本教育？你有没有受教育啊？我不知道，你以为他只有在看日本片，没有在受日本？你什么时候去受教育的？我26岁就去了，哦，去那么久，那时候还没认识。可是你怎么日语都只会讲那几句？他每次都跟我讲说日本有两种蝴蝶，一种是亚美蝶，一种是伊蝶。亚美蝶跟你蝶，身为日本教育的老师，你要改成合适。这边是合适的，然后这边会做一个桌子，坐在这边向外面可以看到远景，收集那些。然后这边可以做客房，或是有时候小孩子或我来就睡这里。小孩子比较空间大一点。那么这边就变成这边有个门可以拉来拉去的门，哎，不对侧，然后又有远景。对对对，这是摄影棚的背景。对对，你为什么要弄这个啊？以前不是，已经哎，这个拿起来很像灵堂哎。在这里，不信你站在前面。对呀，真的。哎，你看看，看到吗？哇，对啊，你看多庄严。我要这样代表就代表前面再放一些那个香水百合。我好想我，因为我喜欢看那个看片，是不是？对，看片。以前那边有个投影的，给小孩看卡通，或是打电动玩具。电动玩具，对，电动玩具，这里。电动玩具，然后玩那个什么，那时候很流行的什么？就是可以动啊动。兄弟啊。对，那诸如此类的那种的。哦，就跟小孩一起玩嘛。对。到日本买第一台排队买到的。哇，然后你就说在家里叔叔家里有这个，你来家里。我女儿，我从小就这样，很疼她。如果詹老
是接下来这样改 OK 吗？会很好吗？ OK 啊，因为基本上来说，他原来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房中房，但是他只要一隔起来之后，改过之后，这个房中房就化解掉了。对，真的，这个要改过自新了。嗯，所以你看，我女儿喜欢飞天小女警那个哈，我就帮她做电脑的输出，贴上去，看上去满心的欢喜，有一种归心似箭，好像真的回到家的感觉一样。这是玩具的小孩。丹老师真的很爱女儿了，爱死了，对呀，非常爱，帮她出书，为她女儿而生这样子。嗯，然后现在这边有很好的学校，所以希望那边改造之后，小朋友可以住在这边，是啊，离家人很近，而且老人家楼上可以多照顾一下。希望这边能够改完了之后呢，对不对？有贵人运又回来的，然后呢，跟老婆小孩呢更和乐融融，然后小孩可以上这个。我们也希望说你们可以那个互相装。啊，一起睡，不要再分房了。赶快都改好，要整个那个。那赶快要去看泽婉，好不好？鼻中隔啊！哦，鼻中隔打呼了，打呼已经造成很大的困扰，如雷贯耳，像雷神说的。好像有个门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样吗？对，那你们结果回来是打肉毒杆菌。还割上皮嘞！笑啊！祝福你啊！夏日突袭计划，美女也有阴暗处，带你们